位贵宾、各位市民朋友、各位客家乡亲，大家好！今年起系爱体育拜来参加移民之典，爱大明市中央每年嘅台灯活动，都老乡亲向他全场很多。算算啦，今年已经今年的一多年来，看到客家社团向他为到办理移民证付出众多，乃发现移民嘉年华唔但请个信仰发通，也是一个客家文化展现个台面图，对养生、积德、开单、财家。方方都做得看到客家乡亲在尊崇传统之下，向爱重新老团结的用心，爱对新族内也老大家向阳对年乡杀到特别失投入，爱对今年的移民嘉年华培养合众一年乡一特色做充电。老台北打造变作全国客家的交流平台，底下又设计又高级又闹热。今年也特别办理三胎以上汉尼家庭包容，俺也讲客家话。台北客家移民之典发通，一出去台北市。亲友客家特色的活动，在台北期盼错过三十年，董事梦总比大家的三万大片全心全意三万传承客家文化。今半年爱到大家向他大展祈福，感恩的心情来参加业界活动，动感谢今半年现场的每一个客家乡亲、老市民朋友，希望大家关心客家、支持客家，最后祝福大家是平安顺心、事事如意。希望你安子些，努力多吃，大家有闲张罗了。感谢市长致辞，请市长回座。请世界客属总会吴伯雄先生致。